收看《正义大联盟》，Yes， 谢谢。刚欣赏完了这么热闹的开场，马上要回报观众朋友，介绍一段精彩的古装大剧。这古装大剧呢，是在木桩上演，非常精彩刺激。角色怎么分配呢？来，我们是演楚留香外传嘛？楚留香是请郑少秋，因为没有办法来，那就我演。陈导在换串男生，奇怪。扮男装不行，你的男主角请徐乃麟演楚留香。我要演，我先举手来，我演蓉蓉嘛，我先的。不行了，人家一看到你的脸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我脸怎么样？好可爱啊！你演融化。你演祝融，不是，我来分辨一下，你演这个甜儿，你演红袖，那谁演蓉蓉？就是阿偏心。那我们两个演这种角色，那蓉蓉，我们有个特别来宾，我们卖个关子，这个人美若天仙。真的吗？一定要比我们漂亮啊！对啊，太漂亮，身高170，哎呦，光胸部就38了。那甘拜下风了。170，他腿多少？腿呢，差不多有这个光脚两个加起来170。来，这个蓉蓉到底谁演？卖个关子，一起来欣赏我们这个古装大剧《楚留香外传》。带你们出来郊游，你看进步的抓蝴蝶，你没看到楚大哥一身的行囊，来来快帮忙嘛，来来，天儿，那我去帮你采一点柴回来好不好？我叫你帮我拿身上行李采采柴干嘛？天儿还是你最乖，来来来，帮楚大哥点忙啊，来。就是嘛，拿像红袖那样，我帮楚大哥拿，我去帮红袖采柴。你像这种粗活啊，这个壮壮的蓉蓉最适合了。哎，停了停了！哎，我要去大哥，好累啊，去大哥。蓉啊！哎呀，你算人家腿短走慢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去大哥，你好吵！蓉啊！对不起对不起，去大哥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躲得慢，楚大哥不怪你。你看看你这身材，躲得快那才奇怪呢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要怜香惜玉嘛，楚大哥。蓉儿，楚大哥最喜欢、最爱的就是真的吗？你看看那个甜儿红袖，长得那个样子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。对，就是他每次跟我争宠，他们什么东西？对不对？圆圆的脸，多可爱，胖胖的身材，像杨贵妃一样。好，楚大哥喜欢就这个身材，你呀。楚大哥，蓉儿，为了报答你知遇之恩，我献上香吻。大哥，妈，算了，蓉，这哪叫报答？这叫天大的惩罚啊！蓉，不要生气。楚大哥跟你开玩笑吗？我要罚你。你带的是什么？你帮我洗水果。对，我最喜欢吃水果，喜欢吃苹果。苹果，你带错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知道你最喜欢吃木瓜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这衣服。这个身材多像木瓜啊，香啊！啊，你每次都说也像木瓜。蓉蓉，你太轻一点好不好？我手比较重。你看看，就剩一个苹果了。你弄苹果只剩一个了。哎，啊，那你赶快洗啊！啊，你休息啊。我去采花给你。好，再见。啊，哎呀，楚大哥最爱我，好棒！这个蓉蓉啊，粗枝大叶。哎呀，吃什么苹果？不想吃苹果的料。楚大哥，田儿，看准好不好？田儿，田儿，楚大哥，你在洗什么？洗的一身汗。哎呀，那哪是汗，那是水花溅上来的。哎，蓉啊，你看，我是田儿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你心里只有他。田儿，你看你取这名字。长得甜甜蜜蜜的，楚大哥，最爱的是你。真的吗，楚大哥？那既然你爱我的话，你帮我抓鱼。抓鱼？对呀。不要。为什么？抓鱼之前，我先亲一个。不要，我要看你是不是真的爱我。你要先抓到鱼，我就让你亲。为了表现我对你的真心真意，我这苹果我也不要把它洗了，我帮你抓鱼。好，你看在哪里？在那儿。在这。后面。后面。过去。
这里，是的。平啊，没鱼啊，哪里有鱼啊？我好感动，原来你是真的爱我。平啊，看得出来我对你真心真意吧？你看看，摔得我一身水，鱼没抓到，我也没有关系。天啊，我要使出我全身的功力。天啊，献上深深的一吻。我的哥，你们找机会叫人好不好？什么时候不好叫？你在干嘛？原来是你啊！衣服都脱了，衣服也湿了，你们在干嘛？没有。都是那个蓉蓉，那个肥仔啊，刚刚啊，在这个上面挤我挤来挤去。楚大哥啊，没站稳。那你刚刚跟他在干嘛？没有，红杏。楚大哥，你别着凉了。不行，这披上了更着凉啊！这是湿的啊。红杏。嗯。婷儿他说啊，他眼睛进了沙子，楚大哥啊，在帮他吹出来。哦。嗯。这么小的眼睛也会进沙子啊？你走得这么小心干嘛嘛？啊，红袖，来，楚大哥，来扶着你们，怕你们摔倒了啊！你眼睛进沙子？对呀。你站在哪里讲话？红袖，讲话。眼睛有沙子？对呀，我帮你吹。不用了，楚大哥，怎么了？你好偏心哦！我怎么偏心了吗？你刚刚都帮他，又推了，又裤子掉了。你刚刚都帮他，都不帮我，又要找我帮忙啊？嗯，刚刚蓉蓉、田哥都找我帮忙，好，等一下，楚大哥水泡多了，尿也急了。我先去撇条一下啊！你怎么身体这么坏啊？哎，裤子掉了，衣服也开了，我走远一点，我去撇个条，马上就来。楚大哥，我回来，楚大哥。踩到我的脚上，我知道啊，脚好使。你是猪啊？啊，反应这么迟钝，踩着走话干什么？啊！楚大哥呢？你找楚大哥干嘛？我最心爱的楚大哥，我摘花回来要送给他呢。楚大哥呢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最心爱的楚大哥。你再说一次。心爱的楚大哥。怎么样？什么你最心爱的？打小了一点，睫毛都打歪了。怎么样？花你不如给我好了，因为楚大哥最心爱的人是我。你说什么？是我。凭什么说是你啊？楚大哥最心爱是我，你是什么东西跟我争？楚大哥说不是我啊，踩我的脚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丑八怪，别再吵了。其实楚大哥说过，他最爱的人是我。你踩高跷啊？啊？楚大哥，我说最心爱的是你啊？他亲口对我说的。他亲口对我说，他最爱的是我。他亲口对我说，他亲口说最喜欢是我。最喜欢是我。大哥最花心了、啊、他跟我们说的话都一样。是的，待会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好好整整他。好吧，我想一个办法，你等我一下。来，一人拿一个球，待会我们找楚大哥玩躲避球、哦、好啊、嗯、啊，楚大哥，楚大哥、哎、不舒服，楚大哥这尿憋久了、哦、真是不舒服。干嘛？蓉蓉你回来了。哎呦，你站得可真稳啊。楚大哥，我的下盘稳啊。下盘稳。大哥，哎，干嘛？这样子好了、哎、我们来玩娱乐节目。玩娱乐节目啊？好啊，咱先出来郊游嘛。大哥，你站中间。我站中间。好，好棒哦。啊，楚大哥，我是主角，对不对？我站中间。我们来玩躲避球。躲避球啊。你们哎哎哎哎哎哎哎蝴蝶，好了，我们躲避球，来，抓蝴蝶，好，抓蝴蝶，飞低一点，抓到，
不讲我也没感觉，你讲，我全身发软，我直冒冷汗，我中毒了，邱大哥，要不昏倒了？昏倒怎么倒？邱大哥昏倒，到了，哎呀，邱大哥，红秀，邱大哥，你要问有没有解药？有没有解药，红秀？这个解药只有两个字。还有解药两个字，什么字吗？什么解药？无解。哈哈哈，楚大哥，红秀，既然无解，楚大哥这一生，我这个风流浪子不能够浪得虚名，在我这临死之前，你可不可以完成我这终身最大的一个愿望？如果能做到的，我尽量做。我将使出我全身的功力，我要深深的吻你。我不愿意，不看。红秀，天啊！朱大哥，不会这样对你。天啊！你不能死。人家说，最多妇人心。嗯。你看看红秀，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竟然还弃我而去，不理我。天啊，我这一生，我说真心话，我最爱的就是你啊，朱大哥，可不可以完成我这一生最后一个遗愿？你说什么我都愿意，就是我要深深吻你。啊，我爱你，朱大哥，你们真死于良心，朱大哥，天啊，还是个好，还是好肉。还是我中毒？你中毒？我蓉蓉，朱大哥，蓉蓉，你要振作一点，他们俩死没良心的。朱大哥平常对我们多好，对，蓉蓉，你看看啊，蛇蝎美女啊，他们俩虽然长得美，但是比起你的纯真、善良、多情，我知道，不要再说，忠厚老实，我知道。虽然你有阅兵脸、木瓜的身材、大龙袍，对，我知道。像过年我放的大龙炮的身材，但是柔柔，我这一次我说真心话，我最爱的是你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柔柔，柔柔，你让我醒来好吗？中毒的是你，不是我啊！还想不到我力气还蛮大的。不要再说了，我一定完成你的心愿，我愿意牺牲我自己。我提仙，不要，我提仙，我只求你，快快离开我，不要见到你。天哪，让我死人瞑目！你这个死没良心！